喜人，咋的？我还给你做的吃面啊、哦。我要吃鸡腿了，妈妈。到底是吃面是吃鸡腿？吃鸡腿。吃鸡腿啊，那行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霞姐。我还要吃鸡腿了，刚吃个买了十几根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鸡肉菠菜面的做法。先把菠菜过一下水，把面和上。菠菜稍微烫一烫，捞到凉水盆子里。刀子切一下，装到打汁机里打碎。打好的菠菜汁倒到面里，加点盐，和起来。和起的面盖住了醒上半个小时，醒面的时间把鸡腿剁子做上，剁好的鸡腿加点料酒，过一下水，水开以后把浮沫一打，煮个两三分钟捞出来，好，锅里倒油炒点糖色，鸡肉炒变色以后下入葱姜干辣椒，少来点麻酒，来一勺黄豆酱，老抽，倒入开水，加点盐，盖上锅盖，小火慢炖20分钟。喜人，你画画该往纸上画了，你就往脑上画了。你看你给你脸上画成谁了？看，不是我画的吗？谁画的？我亮亮就是拿着镜子，妈，镜子给你画的。嗯。鸡腿肉快做熟的嘞，刚又准备了点香菇和洋芋，现在切的放这个。面醒好了，开始擀面。擀好的面现在下到鸡肉锅里，盖上锅盖，再焖10分钟。鸡肉菠菜面好了，能出锅了。丽丽，拿牌子，把面先挑到牌子底下。我要吃鸡腿，你俩做的面。哦，鸡腿也好嘞啊。鸡腿在哪了？鸡腿在锅里了啊。里面地上。啊，没事了。嘿嘿嘿。我也吃了。啊，你也吃。太小。走。
今天的鸡肉菠菜面就做好了，能开吃了，开饭了啊！快叫你舅舅那些个，快吃，快吃，举上吃，谢谢。该吃，面有点多了。还有哈，那快点放过去。哎呀，准备了。来来，你这一吃肉就想走开了啊？西哥不来一半蒜？来就来一半蒜。现在这面咋这么快啊？专门吃的快的嘛。筷子都在鸡肉里，口感好。我还以为是裤带面。你就当是裤带面。快把泡芙面的，来。家常鸡肉菠菜面，做的时候用菠菜汁和面。然后把鸡肉煮熟的时候，快煮熟的时候，放上香菇了、洋芋了，然后把擀好的菠菜面铺在上面。这么做出来的菠菜面特别的香，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试着做一下。今天这顿饭有肉、有面、有洋芋。洋芋。还有菠菜。啊，菠菜，太美了。太美了，对，再吃。今天放多少鸡腿？要说的肉，要说的肉。放了十几个鸡腿，还有一回让我咬哈，咱我就没那么好的技术了，咬一咬是咬一。哎呀，估计我也没咬说都在肉松着了，我都是随机的。快吃，分完我再给咱们煮个，还有一块面了。哦，你说咱炒汤咋吃？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帮我点关注，顺便再转发一下，谢谢大家，朋友们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